相对于质量百分浓度不太一样的地方，但是很类似，叫做体积百分浓度，体积 volume， volume 也是音量哦，就是我们看遥控器或者手机调大调小声，那个叫 volume 啊、哦。OK， 那个体积百分浓度，体积百分浓度的浓度呢，是100个体积单位中溶液里面溶质的体积单位。刚才阿元讲什么？58金门高粱酒。米酒头 40%， 这些东西都是用体积百分浓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查到了资料啊，又不是我定的、哦、他们开始喝金门高粱酒也不是我还没出生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时候呢 V over V 它的数学式是这样子， Volume percentage is volume of solute， 溶质放分子，溶液放分母，然后呢算完的比例小于一，最多就是一，不会超过一，不会超过一就算错了、哦、最小就是一，然后乘上100，乘上100、哦、好，来我们看一下这边、哦、湖 5.2.4 显示不同类别香料占体积百分浓度的范围。 OK， 香料fragrance， fragrance 可以讲那个香料，这个我没有意见，但是后面看到 perfume、哦，看到 perfume 的时候，这是香水，所以其实这边的话会翻译成香水会比较好。香料我听起来是五角啦、胡椒盐啊那块啊，那个是香料没有错，但是这边的话 perfume 的话就是香水，抹在身上的那种香水。OK， 好，显示不同体积的百分比啊，像这个perfume 20%-30%， 好，这我不会念，这哪里的字？好，然后这边这个字我不知道哈 ，toilet 是什么我不知道啊。好，这个对不起，这不是英文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不一定看得懂、哦、所以不同的话呢，那个 less up to 8 hours 啊、哦、OK， 来这边帮他截图，因为他这边好 up to 这边要空一格、哦、我跟他讲一声啊，不过这不是他的问题的哈，因为那个这个是那个从这边来的啊，从这边来的。好，来没问题。那这个东西是解释说它的百分比哈，它假设整个体积都在的时候，它占20%-30%，不同东西的香味的时候，它占的比例不一样，不同比例。好，抱歉，这个东西我没有学过，我对这个东西不熟哦。好，再来这个资讯呢，这个图表解释的香水。一般的香水，淡香水、淡香精、淡香水、古龙水之间，哦，原来是古龙水哦，之间的差异哈、哦，它也让我们了解说气味转淡的时候，香水跟油的浓度如何变化，如何变化。好，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哦，这是体积百分比哦，将 14.0 毫升的玫瑰萃取物溶解在溶剂中，制成200毫升的溶液，请问所得到的溶液当中玫瑰萃取物的体积百分比是多少？提示 To make 200 milliliter of solution， 它有一个 make 一周制成一个200，最后的体积是200哦，不是加200，是最后体积已经是200哦，也就是说你借我30,000，我的口袋里总共加起来有200,000哦，再一次哦，你借我30,000，口袋加起来跟你的借我30,000合在一起，我手上有200,000。跟另外一个讲法，你借我30,000，我拿出200,000，加起来230,000，我们去买乐透啊，不是啊，不要讲这个，我们去投资某个地方，这是不一样的想法啊、哦。所以 to make 就是说让制成，把它制造成200毫升的东西。来，我们来看它怎么解题呢？ 14.0 公克。另外一个呢是200公克，我们预计它会得到多少呢？来这边 14.0 写在分子，那分母 14.0 加上另外的东西不讲，因为它已经告诉你 to make 制作成200毫升的溶液，它所需的东西总共是多少呢？来这边公式，14毫升除以200，然后刚好约分乘100，这边14变成7，刚好 7.0， 哎，江老师你这样讲就不对了，刚才这边14没有小数点，你说有小数点啊。好，然后这边20 200，为什么这边是 7.0、因为它有效位数是2位，
14有需要问是不是两位， 7.0 就是两位，两位哈。好 ，OK， 这个我们到时候看第二章、第三章我们再来讲。好，再来，它的两个转换因子，它的转换因子就是说互换的时候，两个可以进行互换，进行互换。那其实互换的意思就是用乘或除，以后再跟各位讲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一个例子，我们看一个例子。好 ，example 5.4.5， what is the volume of bromine？ 这边是说，或者 the volume of bromine in 250 milliliter of 这么多的 solution in carbon tetra 叫做四，这个字我们要背，一二三四的四叫做 tetra chloride。Tetrachloride 啊，这么我们称为四氯化碳，四氯化碳。OK， 好，来，那这边的话呢，好，这边的话，来，这边250毫升里面是 4.8% 的体积百分比的氯，这个东西，请问它的跟着溴，对不起，它是溴。溴的体积是多少？来，我们怎么计算？也就是说 4.8 是分子， 100 是分母，然后呢它总体积是 250， 这时候请问是多少？就把250乘上100为分母， 4.8 为分子，就可以算出来12。好，来，那请问一下齁，到底谁乘谁？很简单一件事情，各位，我跟各位讲齁，这边的话我希望得到的是总体积的溴，然后呢这边就放分子，然后这边的话它跟它相乘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是总体积250，比例体积是100的时候，它就可以一个乘完之后，它再分母就把它约分约掉了，就把它约分给约掉了。好，或者如果各位不熟悉的时候呢，阿元一样，好，阿元教书的话，统计学不讲，统计学那个非常复杂，这个东西不讲的时候，我会建议怎么做呢？我会建议这么做，就是用国中数学来，请看老头子的，好像放大一点啊。这边我们说这里用蓝色字好了，4.8 毫升的溴。BR2 先背下来，以后再跟你讲，比例是100毫升，请问如果我的是250毫升，这边是多少毫升的溴？好，这时候呢交叉相乘，答案就可以出来了，答案就可以出来了。所以你看到，这边一项，对不对？问号不动，这个一上来相乘，不就等于250乘上这一大串吗？啊，不就等于250乘上这一大串吗 ？OK， 好，那答案我就不算了，答案是12。为什么没有小数点？因为 4.8 小有效位数两位，这边写12就好了，这边写12就好了。好 ，OK 喽，来，我们暂停一下，准备看到下一个。